我不是不准你谈恋爱。赛娟那小子对你和李锦的事紧咬不放，你应该去跟适合你的人交往。难道你想看到小俊事业毁掉吗？等明天拍摄一结束，我就马上搬走吧。为什么节目突然不拍了？今天最后一次录节目，我是真心的感谢你的经验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 M2 超能胶原影，所以我和黑粉结婚了，全台首播哦。